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今天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啊？为什么会有现实画面出现啊？我是不是设定出错了？别担心，你没有看错，我也没有设定错。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些有趣的情境给大家，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或是游戏中很常遇见这些状况啊。在我们一系列分享完这些情境过后，我再跟大家说要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是最赞的。那这个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情境一，使用健身环的人。喝完这一杯，我就要来做健身环了。疫情期间害我几乎没有办法运动，这样我怎么过上理想中的生活呢？好，说到做到。不过这是什么房间啊？也太小了吧，空间根本就不够啊。还是去大一点的地方吧。不对，如果要到外面使用的话，这边就要把主机座、HDMI 线、电源线都拔掉，然后又要再摆好主机座、HDMI 线、电源线，怎么会这么麻烦？怎么会这么痛苦？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先找看看我的主机在哪里比较重要。到底在哪里？靠！我觉得还是明天再说好了啦，对不对 ？OK。情境二，直播主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好累哦。好，最近买了一个这个养成恋爱游戏，据说这款细节材质都做得超级好的，决定要去客厅躺在我的蓝骨头上接打电视来培养我可爱的角色。毕竟下播之后私人娱乐时光也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如果要外面使用的话，这边就要把主机座、HDMI 线、电源线都拔掉，然后又要再摆好主机座、HDMI 线、电源线，怎么会这么麻烦？怎么会这么苦？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先找看看我的主机在哪里比较重要。到底在哪里？靠！算了，我不想玩了，我要麦片。情境三，家庭共玩。弟弟啊，你个什么 Switch 要摕来我爸爸耍看卖哦？我看迄电视上有啥什么七蛋大作战呢？啊，那个你不会啦，那个都年轻人在玩的。你是在讲啥啦？活到老就要玩到老啊！我跟你讲哦，爸爸以前哦。好，你不要讲，我去拿来给你玩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先找看看我的主机在哪里比较重要。到底在哪里？我靠！你不要玩了啦，那个玩游戏太多对眼睛不好啦。情境四，出游。阿米。我们明天要去三天两夜啊，所以要记得带哦。我们一起玩七蛋大作战。哦，好啊，我回去整理一下哦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先找看看我的主机在哪里比较重要。到底在哪里？靠！不要带了啦，那个出去玩没有人在打电动了，我们要好好享受那个景色的风光明媚啦。就这样了啦，拜拜。好的，相信以上情境应该有不少人都有经历过。那么针对遇到这些问题，到底该怎么样解决才好呢？有没有一种轻便超小的插头，然后配上一条线，可以充电又可以把影像送出来的呢？我告诉你，有，就是它 Brook Switch 影像输出快充线。这款快充线啊，我个人觉得它最赞的地方就是它的线是二合一的。正常来说，你需要一条 USB-C 的充电线以及 HDMI 才能让 Switch 原厂做发挥作用，但这样就会造成线材过多，携带上与使用上都很不方便。然而，这款 Brook Switch 影像输出快充线除了拥有二合一的线材之外啊，充电插头还超级小，厚度只有 2.7 公分，基本上比各式充电插头都来得轻巧。电力提供 QC 3.0 及 PD 3.0， 最高支援到20瓦。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出国能不能用啦，电压是100到240伏特，只要电力供应在范围内就能安心使用了。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啊，是它的插头是 USB-C 的哦。由于现在啊，很多产品啊，不管是安卓啊，或是苹果啊，大部分产品都已经是这个 Type-C 的界面在使用了，所以不管是出外工作或者是游玩啊，都不用担心这个慢速充电的问题了。你有没有过在家里想要把笔电
或是 iPad 的影像送到电视上，却迟迟找不到好方法呢？为了偶尔一次的线上电影或是公司做简报，难道我还得要去升一台 Apple TV 或是 Google TV 吗？如果你同时身兼玩家又有简报、影视转接到电视的需求，我真的只能说，我前面提到的这二合一的线材真的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哦。它不单单只是提供 Switch 到电视的功能而已哦。这条 Switch HDMI Cable 支援 DP 交替模式功能的 Type-C 装置都可以使用，所以基于轻便 Switch 的携带插头以及线材啊，同时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功能。老实说，我自己目前用到现在还没有觉得哪里有问题耶。顺带一提呢，这个产品呢、在线材上有贴心的小地方哦，它在两处的 Type-C 的地方都有标示上 Charge 跟 Switch 的这个字样哦，就是可以告诉使用者哪里要接哪里。如果是接 Switch 以外的、例如手机啊、iPad 啊，就是把 Switch 端接上该装置就可以了哦。然而大家应该也会关心，接上去之后游戏会不会有延迟的问题？我这边自己测过，完全不会。影像支援 Full HD 1920x1080x60Hz， 如果是 USB-C 装置的话，支援到 4K 4096x2160x24Hz。以游戏输出加上外接影像来说，我觉得其实很赞了，足够一般家庭的使用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肉肉评测，亲身体验过好东西，如实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也正为了 Switch 的装置移动而感到困扰，不妨考虑看看这一组快充线哦。肉肉评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